心忽然，哎呦，你干嘛，张小妹？姐姐还没有过生日啊，你怎么拿个蛋糕啊？就是姐姐，今天我奶奶过生日。你奶奶过生日啊？嗯。你给我拿蛋糕来的吗？对。奶奶多少岁啊？18岁。你奶奶18岁啊？那姐姐吃蛋糕，姐姐是不是要给奶奶送礼物啊？嗯。那我送个什么呢？我找一找好不好？等我一下啊。蛋糕，送给你这个好不好？谢谢姐姐。送给奶奶的，你跟奶奶一起吃好不好？那你走吧。奶奶说要看到吃了呢。看到我吃这个，哦，那我吃一个好吧？吃一口。姐姐甜吗？好甜。你可以回去吧。嗯。